是这店里掌柜的张三阳，请坐。没请问您呐、啊，尊姓大名啊？我叫秦香莲。哦，秦香莲，到这汴梁城是投亲呐、啊，还是访友啊？寻找我丈夫来了。那么你丈夫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他叫陈世美。谁？陈世美。哦，陈世美。哎，那么这俩小孩是他什么人呢？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。哦，怪不得呀，跟他爸爸长得那是一样啊。啊，老婆，莫非与我丈夫相认吗？哦，前三年呐，我这店里头来了个赶考的举子，叫陈世美，后来得中状元，做了官了。哎呀，儿啊，原来你爹爹高中了，带我谢天谢地。当谢天地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啊，老婆，我丈夫现在哪里？就住在前边驸马府了。啊，什么驸马府啊？哟，我说走嘴了。哎，我实话告诉你说吧，只因那陈世美得中状元之后，老太后十分的欢喜呀，将她招为东床驸马了。我真是该死啊，该死啊。香莲，香莲，香莲。得了得了，别哭了，你们娘仨打算着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要找他辩理。呔，黑蝙蝠为何擅闯宫门？烦恼通病就是相亲求见驸马。我家驸马有命在先，所有乡亲一概不见。
相亲求见。本宫再三吩咐，所有相亲一概不见。那妇人言道，她是燕国之母，东北之娘，要不见不罢。他是一人前来，还是携友老小？只待两国有不同。对他们去说，本宫公务繁忙，一概不见。遵命。转来在赏他们文银不良，叫他们速回援军，另谋生路去吧。遵命。转来嗨，不准放他们进来，若不遵，定要打断儿的狗腿。是。啊，文官怎么样了？我家驸马公务繁忙，不能相见，赏你文银不良，速回援军，另谋生路去吧。这银子我是不要的。确实为何？啊，事到如今，我对你事事了吧。我就是你家驸马原配的夫人到了。这两国有何同呢？这是我与他的一双儿女。这苦来问你，驸马府近日有桩大喜之事，你可知道？这不，明日就是你家驸马寿诞之日。不，啊，孟官，你就该让我们进去才是。哎呀，夫人呐！啊，虽是小官不冤，只是驸马有命在先，小官怎敢违抗？
往里闯，不要往里闯，不要往里闯，不要往里闯。官人爷，官府将他放进门，走。怎样吩咐于你不准放他们进来？怎么你敢违抗我命吗？驸马，有人怎敢违抗驸马之命？只是他执意要闯，小人我就挡。他在前面闯，我在后面让。私下这罗裙抱出驸马，请来看。哼，无用的东西，还不与我官僚下去。是。相莲，你不在家中侍奉二老，来在我这驸马府做什么来了？难道你不曾见我身穿小服么？爹娘。
快带领两个孩儿回家里谋生路去吧。官人，我来问你，你离家之时与我留下了几句言语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都记不得了。你那誓言道：“我陈世美重欲不重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夫妻恩爱，地久天长。可是你讲的，我记不清了。”是为妻，人之悲痛，对你言道：君去求官，且奉高堂，落得富贵，莫欺糟糠。什么糟糠不糟糠？你快快与我出去！你叫我们到哪里去？随你。自便，你就这样恩断义绝吗？哼，我与你从来就无有什么恩义，你快快与我出去。狠心的自私啊！
去。中了。出去。出去吧你。青莲呐，这是怎么了？他不但不认，反将我们赶出来了。这世间之上，真有这等丧尽天良之人，真是猪狗不如啊！这是哪位大人命落开道、哦、是王老丞相下朝而归。哦，王丞你拦轿先冤，所告何人？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。哦，陈世美，你与他有何瓜葛？起来讲。Yeah!
相连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晓得东周列国伯利西在堂上与他夫人相会的故事？略知一二。这倒就好，明日就是你丈夫寿诞之期，老夫还要亲自过府之后，我有意设法将你带进府去，你用相应曲调编写歌词打动于他，倘若将你认下，岂不是好？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如此。我怕在上我等摆寿，列位大人，请至东亭日夕，到此就要讨饶，请。王丞相到，请驸马。王丞相到。哎呀呀，老相公也来了。啊，老相公啊！啊，驸马，想你一步青云攀龙伏凤，今日收成，老夫特地前来致贺。老相公乃三朝元老，本宫焉何得能甘老相公亲自前来致贺？理当如此，来，看理当。慢来慢来，本宫小小生辰，焉敢受此厚礼？驸马，这叫做千里送我毛，礼轻情意重，如此愧临了。岂敢！啊，相公，请至东亭日夕。慢来慢来，想东亭之上，老夫的门人甚多，若在一处饮酒，大家居有不便呢。这好，将酒宴摆在西花厅，本宫亲自奉陪。这倒是的，这倒是的。来，有将酒宴摆在西花厅，本宫亲自把盏。是，相公请。老相公为何心中不悦？啊，驸马，你听东亭之上彩泉行林，何等的热闹，你我在此饮酒毫无趣味。无妨，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，叫他们弹唱歌舞与相公解闷如何？宫娥才女的歌唱老夫听过多次，不胜厌烦。以相国之见呢？有了。适才老夫路过长街，见几个村妇在那里歌唱，倒也动听，倒不如换一个前来唱上几段，以致小心，你看如何？村歌一调，焉能登这大雅之堂？驸马，你不要小看他们，他们唱的是离合悲欢的故事，动听得很呐。相公，只是官职不雅。驸马不悦，好，老夫告辞。老相公，老相公。酒一相过也就是了，这便才是。请。
至长街，换一个过场的村夫前来。是。慢来慢来，驸马，想你今日收成，他们的食物甚多，倒不如免我这个小宅去换，你看如何？就已想过。哎，有，去至长街，换一个歌唱的村夫前来。是。要好的呀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驸马，稍时还来村夫歌唱，你我要仔细地听上一听其中的意义，不消啊。请请请请，随我来。悄悄西廊尽，歌唱凡夫心。见过相爷。参见相爷。罢了，见过驸马。参见驸马。来，有，将他轰了出去。出去，且慢。驸马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。赵王，既不相认，村夫到死为何这样大惊小怪呀？不是哦，今日乃是本宫的寿辰，你看这个村夫破衣烂衫，身穿校服，成何体统啊？哎，你我听他的歌唱，你管他衣衫色甚呢？我这里宾客如云，岂不惹人耻笑啊？驸马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本宫的不是呢？驸马，像你我在朝为官，服从家眷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可惜这个村夫不曾嫁着个好丈夫，故而他抛头露面，到处卖唱。驸马，你不怜悯于他，反笑他衣衫褴褛，哎呀，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吧。啊，本宫不过是一句戏言。哎呀呀，你这一句戏言不吃紧要，先是叫他乘心而来，拜心而归。这一村夫唱的什么曲调？湖广荆州曲调。哦，湖广荆州曲调。哎呀呀，唱起驸马爷的家乡之音来了。我想这湖广荆州乃是文章府的荔枝乡，曲调嘛，想必也是好的。老夫倒要一饱耳福。内侍有，叫他廊下去唱。是。慢来慢来，老夫年迈耳聋，还是堂上唱。廊下唱。堂上唱。廊下唱。老相国，老相国，怎么你又要告辞？不是啊，你我还来村夫歌唱，为的是治治酒兴。驸马叫他廊下去唱，分明是嫌弃于他厌烦于我，故而告辞。好好好，就一相国
也就是了。多此一举嘛。哎，又赐他个座位。是。谢相爷。慢慢尝来。是。好啊，驸马，你可曾听见啊？听见什么？哎呀呀，这样的好石头你不曾听见？不曾听见呢。不妨待老夫重说一遍你听。他唱的是夫在东来妻在西，老燕纷飞两别离，一个东一个西，儿女不是儿女，夫妻不是夫妻。相公，你的酒冷了。无妨事无妨事，还有两句呢。深闺之见新人笑笑。哎，笑什么？因父不听旧人听。好，因何不听旧人听？妙得精，妙在这新人笑旧人听。哼，老夫我好恨呐。相公，你恨着何来？我恨的是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你管他炎凉不炎凉，你的菜都凉了。无妨事无妨事，凉在口内热在心中，你倒是与不是啊。啊啊，我说我的你唱你的呀。是。
之处，驸马云何昏昏欲睡？莫非有什么愁烦之事吗？本宫无有什么愁烦之事，相国不要多疑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我倒少见多怪了。哈哈，驸马，汉朝宋弘有两句言语，你可记得？哪两句？他言道：贫贱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我倒忘怀了。哎呀呀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往下唱啊。包括先得的儿媳啊，驸马，似这样的女子世上少有吧？村歌一调也能当作真话呀。哦，村歌一调不算真话。不算真话，驸马，当初你可曾听过此段歌词？我怎么会听过这段歌词？昭王，你既不曾听过，怎么晓得他说的不是真话呢？这个哪个？妈妈，you
还是个做官的。正是。我来问你，你唱了半日，唱的是哪家的事情？是我自己的苦情。哦，怎么是你自己的苦情？你叫何名字？我叫秦香莲。你丈夫叫何名字？这个吴方氏放他了胆，大胆地讲，老夫做主，叫什么？陈世美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提起驸马爷的名讳？你就不要脑袋了吗？老婆，世间之上同名同姓之甚多，她的丈夫叫陈世美，与你家驸马什么相干？哼，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。驸马，你说对与不对呀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本宫在此，哪个叫你这个奴才多管闲事，还不与我滚了下去？是。滚了下去。是。对我滚了出去。是。嘿嘿。我倒不在乎，往下再唱。相爷，我总有千言万语，也是唱不出来了。哎，可怜哪可怜！啊，驸马，驸马。啊，香莲，看你丈夫假装沉睡，像是有悔心之意，老夫暂退，你自己上前哀告于他去吧。谢香爷。哎。秦香莲，你既念在旧日夫妻之情，为何逼我得身呐？我要夫妻团圆，儿女有靠，何言逼你太甚？你要夫妻团圆，儿女有靠，你就不顾我这驸马的前程？这驸马的天成母，他害得官人妻离子散，你要他何用？呸！分明是你自觉高攀不上，一心赖在我的身上受人拨弄，要害我身败名裂。不成，以你之见，莫非要我母子销声匿迹不成？合乎天理，顺乎人情。这天理人情，只怕由不得你。由不得我，也要由我。你与我滚了出去便罢。若不然，我就要啊！你要怎样？我就要。驸马，为何这样变奸变色？哦哦，是了，你怕夫妻相认之后身上降罪于你。无妨，
你若将他忍下，倘若身上降罪，老夫盼着我这顶青尘不要，也要与你担待担待。相公，相公一不欺君，二不害民，要你替我担待，何来也？是什么一不欺君，二不害民？以老夫看来，他就是你欺君害民铁板钢恩人。是啊，有相国担待，你就回心转意了吧？哈哈，听你二人一唱一和，分明是设下圈套，要陷害本宫不成？这是哪里说起，老夫好心好意劝你们夫妻相认，反倒我设此圈套，哎呀，真真岂有此理。本宫之事不用你管。有道是，路不平有人搀，事不公有人管，此事啊，老夫我是管定了。只怕你管不了。哼，管不了也要管。你认是不认？要认，你认。啊，你叫老夫认他则是。你将他带回府去，烦闷之事叫他与你谈长极短，与你见闻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快走！他们往何处而去？速报我之意，家将韩琦来见。是，韩琦来见呐。来也。忽听驸马唤，怎敢不迟言？
有何吩咐？韩琴在，本宫平日待你如何？待小人恩重如山。既然恩重如山，本宫有件为难之事，着你去办，你可敢办得来？小人敢办得来。齐驸马那一嫔妇直奔开封府而去了。取钢刀过来。是。钢刀在此，韩琦在。这有钢刀一把，命你将那封府和梁国幼童杀来见我。但不知那夫妇叫何名字？秦香莲。身犯何罪？本宫之事不用你管，去吧。遵命。抓来。在。我要钢刀剑血剃头来见。前去，驸马命我前去杀人，不将罪状，是何缘故？哎，俺不过是名小小的家将，何必多问？朕那是。人不问罪，驸马命难违。我来问你，家住哪里？姓子名谁？来到京东做什么来了？你起来呀，讲。
吃you
退还。相爷驸马过府。哦，古月香迎。是，古月香迎。知驸马驾到，未曾远迎，当面失罪。岂敢，本宫来得鲁莽，民工海涵。岂敢，驸马到此必有所谓。我命韩琦出宫办事，不想被相马杀死。相马可曾带到？现已带到。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来，有带相马。是，带相马呀。
参见相二爷。你不是王朝吗？真是小人。因何向大义贴脸？驸马爷言道，韩琦是小人杀死。你可曾招认？招认了。人命关天，不该招认。小人若是不招，驸马爷焉能过府？啊，驸马，此乃是本府的王朝，怎是是相马？分明是相马，怎说是你佛的王朝？王朝也罢，相马也罢，来，提脸去掉。且慢，总托相马拿过承担。驸马，你来看人。走脱相马，走不了咱老伯包。提脸去掉。啊，驸马，真相马倒被微臣拿住了，何不带上堂来一同审问？好，带相马，将他母子带上来。是是是，将大小三个相马带上堂来。一言不问，为何张晋就杀？我杀了他再问。杀了他还问什么呢？这个你莽撞了。驸马，想他母子三人招进京来，就该相认才是。本宫命你审问相马，怎么盘问起本宫来了？女士，有顺那叫请问哪里去？顺教回佛，时空你来也得，去不得。
上
人来捆绑陈世美。相爷，国太皇国到。哦，走向前来，忙跪倒。贫僧谢国太。
香莲。是，香莲上了堂。下跪何人？臣是梅帝原配妻子，请相令。走。Oh!
人来抢他儿活女。一个东北，一个南北，车毁壮志，我放你的儿郎。相爷银两在此，王朝将银交于秦香殿，收下吧。下吧，相爷他不要啊。小子难寻。